OBD2 故障代码技术说明与约束系统传感器 J 的通讯丢失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适用于大多数 OBD2 车辆制造商和型号的通用通信系统诊断故障代码。该代码表示约束系统传感器 J,RSSJ 和车辆上的其他控制模块未相互通信。最常与之通信的电路称为控制器局域网总线通信，或简称为 CAN 总线。没有此 CAN 总线，控制模块将无法交换信息，并且您的扫描工具可能无法从车辆获取信息，具体取决于受影响的电路。约束系统传感器 J 通常位于仪表板后面，通常位于车辆中央。它接收来自各种传感器的输入，其中一些直接连接到它，大多数通过总线通信系统发送。这些传感器输入中最重要的是碰撞传感器或碰撞传感器。这些输入使模块可以确定何时发生碰撞或车辆是否正在迅速减速。两者之间的区别是 RCM 可能不采取任何措施，可以选择激活安全带预警器或激活预警器和被动约束安全气囊。故障排除步骤可能会有所不同，具体取决于制造商、通信系统的类型、通信系统中的电线数量和电线颜色。代码严重性和症状。由于非功能约束控制器系统中出现的安全问题，这种情况下的严重性始终很严重。任何时候为这些系统提供服务时，安全都是一个问题，因为即使警告灯亮着，它们仍然可以带电。始终将这些系统视为仍然可以随时运行。U0179 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安全气囊灯亮或闪烁。原因，通常设置此代码的原因是在 CAN 总线加电路中断开。打开 CAN 总线电路，任意 CAN 总线电路中的电源短路，两个 CAN 总线电路中的对地短路， RSSJ 模块无电源或接地，很少控制模块故障，诊断和维修程序。一个好的起点始终是检查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 TSB。您的问题可能是制造商提供的已知修复的已知问题，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。首先，请注意是否还有其他诊断故障代码。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与总线通信相关或与电池、点火相关，则首先进行诊断。如果您在彻底诊断和排除任何基本代码之前诊断 U0179 代码，就会发生误诊。如果您的扫描工具可以访问故障代码，并且从其他模块获得的唯一代码是 U0179， 请尝试访问约束系统传感器 J,RSSJ。如果可以从 RSSJ 访问代码，则 U0179 代码是间歇性代码或内存代码。如果无法访问 RSSJ， 则其他模块正在设置的 U0179 代码处于活动状态，现在问题就在那里。最常见的故障是电路故障，会导致约束系统传感器 J 断电或接地。检查所有为该车辆的 RSSJ 模块加电的保险丝。检查所有理由以了解 RSSJ。找到车辆上地面连接点的位置，并确保这些连接清洁牢固。如有必要，请取下它们，用一把小的钢丝刷和小苏打、水溶液清洗一下，并清洁连接器及其连接处。如果进行了维修，请清除内存中的诊断故障代码，然后查看 U0179 代码是否返回，或者是否能够与 RSSJ 模块通信。如果代码未返回或通信重新建立，则保险丝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。在断开 RSSJ 的连接器之前，请确保已按照制造商的程序关闭了系统电源。否则，由于意外部署了气囊，可能会对车辆或身体造成伤害。另外，在进行以下测试期间，请确保安全气囊已断开，这是最终的安全措施。如果代码返回，请找到车辆上的 CAN 总线通信连接，最重要的是通常位于仪表板后面的 RSSJ 连接器。在拔下 RSSJ 模块的连接器之前，请断开电池负极电缆。找到后，目视检查连接器和接线，寻找刮擦、摩擦、裸线、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。拉开连接器，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、金属零件。查看它们是否看起来已被烧焦或是否有绿色表示腐蚀。如果需要清洁端子，请使用电触头清洁剂和塑料硬毛刷。让其干燥，并在端子接触的地方涂上油脂。在将连接器重新连接到 RSSJ 之前，请进行以下几项电压检查。您将需要使用数字伏特表 DVOM。
确认您在 RSSJ 上具有电源和接地。可以访问接线图，并确定主要电源和接地进入 RSSJ 的位置。在继续操作之前，请重新连接电池，而 RSSJ 仍未连接。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连接到 RSSJ 连接器中的每个 B 加电池电压电源，并将电压表的黑色导线连接到良好的接地。如果不确定，电池负极始终可用。您应该会看到电池电压的读数，确认您也有充分的理由。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勾到电池正极 B 加，黑色导线勾到每个接地电路。再一次，您应该在每个连接处看到电池电压。如果不是，请修理电源或接地电路问题。在继续之前，请检查接线图，查看 RCM 模块上是否有一个或两个不同的通讯电路，进行适用于车辆电路的检查。接下来，检查两个通讯电路，找到 CAN C 加或 HSCAN 加电路和 CAN C 或 HSCAN 电路。将电压表的黑色引线接地，将红色引线连接到 CAN C 加。在关闭引擎和开关键的情况下，您应该会看到约 2.6 伏特的电压并略有波动。接下来，将红色电压表导线连接到 CAN C 电路。您应该会看到大约 2.4 伏，并且会稍微波动。其他制造商显示的 CAN C 电压约为 0.5 伏，并且发动机开关键的波动。检查制造商的规格。接下来，检查其他两个通信电路。找到 CAN B 加或 MSCAN 加电路和 CAN B 或 MSCAN 电路。将电压表的黑色导线接地，将红色导线连接至 CAN B 加。在关闭引擎和开关键的情况下，您应该会看到约 0.5 伏的电压，并且会稍有波动。接下来，将红色电压表导线连接到 CAN B 电路。您应该会看到大约 4.4 伏特，并且会稍微波动。如果所有测试都通过了，并且仍然无法通信，或者您无法清除 U0179 故障代码，那么剩下的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寻求训练有素的汽车诊断专家的帮助，因为这表明 RSSJ 失败了。点，这些 RSSJ 中的大多数必须经过编程，或者以针对要正确安装的车辆进行了校准。